sono sì, tu sono zoli. Ho una che so a giungo. Io go. Ho sentito che tu non ti vuoi dire cosa. Io lì, ma ho sentito sì, però ho dato che qua li ho dire, poi vuoi dire ciao. 我要你打给他，我就我不做你们的父母。爸，爸，你为什么让你走？啊？为什么跟你嘴硬，打你头发让人糟蹋？爸，你是一个当主的，爸，你是混蛋大小姐，是阿公你怎么见？你哪里像一个民族啊？ 我妈妈做不了安尼这代志，你看我讲的是看到你们哥就是我的。我不准你安尼讲，你身躯顶头是上高贵的血，就是无你有做不了代志，我不是这无滴血老百姓，会用跟你批评的。哎哎哎！ 你这阵啊，你这嘛是讲啥？你好意思安尼讲哦？你讲我是老百姓，安怎？你是当初你甲你个太子爷，以后要做皇帝，晓得啦？哎，有才爷，你可是替阮爸开车下骹手啦？你有啥物事甲我应出应进啊？爸，你这个，爸，你哪里话那么高兴，跑掉好笑？ 我写出你这不好做，这是社会民主。我今日若无花甲是你，这是对不起咱这个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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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妈，妈，子杰，你得跟你爸爸说，是我跟你们爹，是你对你们做出一个的代志，我当然不应该跟你回事嘞。妈，就算你几个脚拢断去啊，应该都不是你，不会，啊？一个拢在看你的笑话，正准备头尾，你把囡仔的代志死给放下，啊，咱一世人拢不免做人啊！我甲志凯，你还敢面子无？你敢掂去啊？哈！你竟然到今啊，做骨肉，是你一家大少的面子？你敢想过讲，你妈妈拄只开地车，是为着啥物？互咱的弟弟嘟嘟。是为着你这个儿子，你知无？爸，你安尼讲无公平，无公平！难道你对阮的做代志够无话啊？你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爸，你别怕，你别怕，如今啊，你有看到你这个后生无？到今麦讲真袂不公，你讲要为何用？志贤哥，志贤哥，你去向你爸回事了好不好？你跟大家讲，你错啊，好不啦？我相信家你应该自首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所有人一定都会了解你不是一个歹人。为什么连你不会变？嘻嘻，我若去自首，你爸都袂甲你嫁乎我，那永远都无法度做伙啊！你知影无？我希望我心爱的查某人是一个大条敬佩的人，我无得接受你一错再错啊！你立马要还袂好，我只是为你好。姐姐，你有听刘天一讲？说那你也是一个大不起啊！你一定要敢做敢当。
无你去认罪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替你请上佳好的律师，来替你减刑罪行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然真正袂想要报复你啊！李启凯，你敢知你在讲啥？孙焕仁迄个人，想要假情告想要告好听话，你敢是不敢无良良个？告！明明就是你伤害焕仁的，焕仁从来唔捌想过爱伤害你，伊叫伊妈甲我告，就是伤害我。坚持爱告你的是阿庆，唔是焕仁。明明就是你做唔对代志。你本来就要把你真打起来，敢不是？你更是我小弟，你站到一边啊！大轩，大轩，你到煞未啊？到底要安怎你才会反省啊？李姐姐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若是真正不知悔改，安尼是的，阮李家无你这个子孙，我李成恩无你这个后生啊！你为了求官，恁一个一个留下你这笔款，因为伊的野心，打着我名声白给你，害我让所有人侮辱。我不好啦！你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哈！好，无你之前，无叫你干那都倒落去，我袂认输的。你打开。妈，你出来！哥出来！爸，有啥物好气啊？哈！参照这款，唔知悔改，有啥物好参照的？要参照啥物？参照要安怎甲伊脱罪是无？我知影你咧想个，啊，不过无啥物好讲的啊！即摆甲伊斗相共，只是不了共尔。你干哪？和你妈妈转去。干！可以。干！是的，是的。